自从上次我们去搞野收获了两斤龙虾之后，这段时间一直在惦记着，看今天晚上装备齐全又去出发。好的嘞，好了。没得呀、啊，今天晚上。你看这里有一个木棒。龙虾没有，木棒倒是有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快点。我们说你肯定往不上来。我往得上来。来，来，快点跑了。那离开，厉害，厉害。对不对？厉害。厉害，打不到，打不打还让他灵感。今晚第一个小龙虾开缸了，系统。有货，把这个肠子弄起来，等一下用这个钓。我说你这个肠子都多余的。多余。它有的从洞里面拉出来。这里不动，试一下看一下里面有没有。你在这里钓，我到前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啊。嗯，满钓。嗯。来。这里，哦，哎呀，这个，看吧，我这个夹子用上了吧？人家是出来约会的，半路就被打劫了。意思，看吧，我说逮上这个有用吧？嗯，就是。这里有个，不，加位的看不到。刚才进去弄一下。刚才进去弄了一下，弄了五个。这里有，这里有一只。哎呀，你看，他在那边也有，我在这边有，也不给我一个东西。要跑了，快点，快点，等不到了。夹，哦，你那个还没夹起来啊？没有，我那个应该进洞了。在这里啊？你看嘛，进了洞了。没看到啊？你动了不行，动了。这里我看到了，是吧？这条狗，走，你砍到啊你？不行，那么明显。这样剪太容易了，夹住它。你看这个杆子外面都有，看这里面有个洞，是吧？他是真够倒霉的，老是回到家门口了，还被逮住了。来，你有什么棒吗？哦，好了。还在。算了，还弄不起来的我们。嗯。快过来那边哟，那边。来。看吧。咦、哦，加油！好，还有个，来那个。哇塞！太过瘾了，一夹一个。这里，快夹，快夹。来，我都看了两只，三只。这里，我圆圈灯，圆圈这里有个。过来吧，宝贝。这里，这里一个。来，嗯，那个手指嘞。这里，哦，还神了，我看不到，还有没得？来。我的天哪，晚上视力没我的好。还有嘞，来，一直我看到那个洞里面有一个了，我看到，我去抓起来。那对面那，这有个。还是我媒体视力好。我看到那边去了，快点，这里有一只。耶，不管你是约会还是出来乘凉收了。你看这东西放在这里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摆上去的。这过去夹嘛，过去夹嘛。忘记夹的，相当的重啊。你确定里面有？我摸一下。你先把手伸进去看一下有货没得。嗯，太小了，走不下去。你放了。懒得弄，哇，那么深，算了，还夹得不成，行。看我夹子，看到没有？我夹起来。我
在等着你去挖。听到，太深了。找不到。耶。来，看吧，这个就是经验。我叫你小心一点，你看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妈呀，被吓到了。这回家走，给他换衣服。一不小心捆到河里面去了，这个好酷的。就是说，出门在外这个要注意安全。对啊，还好有雨伞，要不拿的话我可能裤就把我裤死了。走了，走回去了，不弄了。快点走了，回去了。等下感冒了。那小的，那小的又紧，快回去换衣服。快洗洗澡了。今天出去进去也好也不好，刚出去不到二十分钟掉到河里面去了，现在才八点钟，要不是出现这种意外的话，我还要再继续捉。不过今天也差不多了，要是掉到河里面去了，看到这个收获我还是满意了。